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肖教授的讲座。这个历史发展大家知道，这个是由往往每一个发展的动向一些过程是受到很多综合因素的影响。那么虽然比方说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段在特定的这个历史时期个别人的印记特别深，叫毛泽东，但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像上次肖教授的这个演讲那样，就是说出现了一些个别领导人物难以控这个掌控难以驾驭的局面，那么就会行革势进，就是我们中这个中国有句成语。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历史发展的这个方向和进程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尽管如此，这个中国大陆文革以后改放，当然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期，有一些个别领导人的个人的心态，他们的思路，他们的这个政策取向，对于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和速度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比方说大家最熟知的就是邓小平和陈云。那么，肖教授原来也跟我讲过，就这两位领导人物，他们在改革的思路上面，有合作，有分歧，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下面的这个合作，对于文革以后若干年内这个改革发展、这个改革开放的发展走向以及后来的这个政治动向都有很深刻的这个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就请肖教授给我们再继续演讲，欢迎。上次我讲完那一课以后呢，李教授告诉我，他说你讲事比较多，能不能讲点人？那么我今天呢就讲讲人，但是我讲人的目的也是为了说事，也就是说我今天讲的题目叫改革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为什么要讲这么两个人物他们的关系？因为通过了解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的特点。所以回归到还是讲的，通过这两个人的关系的分析来了解中国改革，特别是改革初期的一些基本的思路。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中国80年代对于中国的改革进程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呢就是陈云。这个国内有一个学者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叫杨继神写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的，他把80年代中国政治描绘为叫双峰政治，就两个山峰，这倒比较形象，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状况是叫二老共治，两个老人共治。尽管邓小平他自己说我是第二代的领导核心，是吧？但是邓小平毕竟他不是毛泽东，因为在邓小平身边还有一群老人，主要有陈云。一些重大的事件只有两个人同时都同意，那么他才能够行得通。那么关于陈云与邓小平二者之间的互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说法。一种呢就是把陈邓之间的矛盾给抹平了，就只讲合作不讲分歧。比如说我们国内官方修的陈云卷，就基本上把陈邓之间的矛盾给抹平了。另外一种呢就把陈邓看成是党内两个对立派别的头，
也就是以陈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改革阵营和以陈云为代表的保守阵营，他们相互之间的较量。前一种说法我们可以不去理它，因为呢这是一种政治需要。那么后一种说法比较流行，这它也比较明快，但是我感觉还是失之于过于简单化了。我的基本的看法是这么三点。第一点，陈云和邓小平之间是有矛盾有分歧，但是他们首先都是一个革命家，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第二，邓小平也不是在所有领域都主张改革，比如说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就是迟疑不决的。陈云也不是从根本上来反对改革，但是改革不能越出他的底线。第三，陈邓之间的分歧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个分歧是随着改革越走越远而不断加深的。大体上可以这样说，1983年以前他们之间的配合合作是基调，也有矛盾和分歧，1983年以后分歧就越来越突出了，以致到后来连中央会议也开不成了。当时陈云在胡耀邦下台以后，赵紫阳上台当总书记，陈云就要赵紫阳要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扩大会，赵紫阳就找陈云找邓小平，邓小平说两个聋子开什么会，意思是说邓小平耳朵听不到，陈云听不到，实际上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人说不到一起去开什么会啊。后来陈云又找赵紫阳说为什么不开会啊，赵紫阳说你们两个老人商量好了我才能开啊，我只不过是一个大秘书长嘛。这样是吧，在十三大以后基本上没有开会，就中央他们两个人是不碰头的，可见他们的分歧是越来越加深了。那么我现在讲的这一段是讲在1983年以前的这么一段，那么这一段基本的基调他们是配合的，而且是配合比较默契的。这种配合主要的是在政治上的配合。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与华国锋的较量，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是文革结束以后有一段时间是华国锋当政的，当时邓小平是没有出来工作，陈云呢是半出来，他可以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但是他又不是中央决策核心的内容成员。首先这两个人在合作就是在争取他们复出和再次进入中央核心领导这个过程中间是一种合作。我们知道陈云这个人在毛泽东时代呢，他是比较的这个一般的情况下他是不说话的，就是他是借看形势，如果形势感觉到他说话有利他才说，说话不利的时候他是不说话的，一般的就是离开了这个舞台，离开中心。但是在华国锋上台的时候，他有两次恰恰是陈云的放炮打了了华国锋的一些部署。第一次也就是1977年3月份，当时华国锋说这个会议不要讨论天安门事件，不要讨论邓小平的问题，那么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在何时适合的时候再解决。那么这个会议上呢，陈云和王震就提出来要解决邓小平复出，然后要解决天安门问题。那么在这一年的7月份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就出来了。那么在邓小平出来以后，邓小平也是鼓动要陈云
重新当党的副主席，党中央副主席，进入中央政治局。那么这个事情一直到1978年的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11届三中全会上，才解决了陈云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是吧？这个当然，关于这个过程，就是华国锋是不是在阻挠、推延陈云、邓小平的出来，华国锋自己不服气。华国锋说，在1981年那6月22号讨论华国锋最后下台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说你阻扰老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扰陈云。华国锋就解释了一下，他说下来这个会议结束休息的时候，他就给一些人说，他说我阻扰谁出来工作了，他是不服气。但是从官方来讲，是认为就是确实他们相互之间是一个支持。就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现在一般说已经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这个核心是不完整的，因为当时的华国锋还是最高领导人，党中央的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个主要的头衔是华国锋的。所以在这个之后，实际上邓小平一直在琢磨着如何要把华国锋撤下来换下来。他的步骤策略就是先进后出，先让一些人进来，然后呢一步一步来把原来一些人撤出去。那么1980年2月的11届五中全会，当时是进了两个人，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当常委。胡耀邦呢，当时新成立了一个中央书记处，当总书记。赵紫阳呢，进了常委以后，分管财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管经济，这一个管党务，一个管经济，等于说分割了华国锋的权力。那么在这个会上，有四个人这个被免职，汪东兴、吴德、季登奎、陈锡联。一般认为这四个人是华国锋的主要的班底。到了8月，由赵紫阳呢就取代了华国锋，正式当国务院总理。到了10月份，这个当时中央开了一个4000人关于历史决议的讨论，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也许是人们大概知道了邓小平的一种心思，这个在这个会议上呢，4000人讨论会上，许多的中央和地方小组讨论小组纷纷的来批判、揭发、批判华国锋，要求撤换华国锋，因为4000高级干部啊，应该说集中了党内的最核心的高层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逼宫之势。这华国锋这个时候已经下台是在所难免。这到11月份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讨论华国锋下台的问题。当时找华国锋谈话谁去的呢？就是陈云和李先念去谈。陈云是支持的，但是党内也有不同的态度，比如说叶剑英，他就不大主张在这个时候撤换出华国锋。后来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1976年毛快不行的时候，把中央政治局一些头头叫去，在这床边，大家讲看完以后还不能说话了，大家看完以后都走了。然后毛呢就示意，就点就眨巴眼睛，叫叶剑英来再留一下。叶剑英再去留一下呢，毛也说不出话来。后来叶剑英的意思就是毛是想把华国锋作为后种，就要让他来辅佐这个后种。所以叶剑英始终有一个老臣托孤啊，有一个周公辅成王的这么一个情节。
在1979年的10月份，他还写过一首诗，你给我打一打看看，给大家看。他还写过一首这样的诗，叫“走上隆中五丈原，屈辞奋斗记终身，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这很明显的表露出他并不想当成都的这个皇帝，但是呢他就想这个做一个托孤老臣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是到已经到了1979年的9、10月份了。这个胡耀邦也不大赞成呢在1980年的时候把华府下台换下去。他的意思就是通过12代的正当的选举来更换领导人。但是这个事情这个邓小平是下了决心的。只有在华国锋下台以后才应该说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在12大的时候，当时建立起来这么一个中央核心领导这么一个结构，实质上还是一个50、60年代那种分一线二线的这么一个结构。一线胡耀邦赵紫阳在一线主持工作，那么在二线呢有4老，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那么在4老中间呢，主要的是邓小平和陈云，更主要的是邓小平，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么一个状况，实际上当时当这个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啊，是心里还是很明白的。他在1980年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华国锋下台，让他就内定胡耀邦当中央主席的时候，1981年11届三六中全会最后决定让胡耀邦当主席，这个会议上他2次表态，他说不管谁上去当主席，核心还是老的，更主要核心的核心是邓小平。那么这个话必须要向全党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会有一些惶惶不安。按我的理解，首先是胡耀邦自己会惶惶不安，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他们的合作。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毛泽东遗产，这怎么处理毛泽东遗产。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搞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留下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应该说邓小平和陈云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陈云起的作用更大更直接。11届三中全会，当时这个陈云当副主席以后，主管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当书记，管的是党纪和政法。三中全会以后大批的平反就是这么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个是中央组织部，胡耀邦主持的中央组织部和陈云主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主持大规模的平反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陈云起的作用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有就是胡耀邦。那么文革的遗产还有一个就是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嘛，在把林彪四人帮这两个集团推上司法的审判的这个的审判台，这也是陈云和邓小平两个人达成的协议。就是党内的这个政治斗争，这些人物需不需要通过政法的就是司法的途径把他推向审判，其实应该说据我了解党内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最后这个是确定了要必须把他们推向司法审判。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你除了这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打倒老同志他本身有一种怨气以外，更主要的是文革这么一场大的动乱，大的叫当时成为浩劫，你必须有一个交代，必须有个泄愤孔，那么通过这个呢就可以这个可以消就是宣泄一些人对文革的一种不满情绪吧，一种愤懑情绪。但是在怎么样处理处置这个江青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人认为要杀，有人认为不杀。陈云呢是不主张杀的，他说你要杀，你叫记录在案，把我的意见记录在案，坚决是反对杀，是吧？这个在国际上不好交代，对子孙也不好交代。所以有那个邓丽君说只有陈云反对，但是胡耀邦说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反对，包括徐向前也是坚决反对的，但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迟缓，缓期执行。那么处理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然后呢，这个处理了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问题，然后又为刘少奇平反，这里就引来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问题。就怎么样评价毛泽东呢？因为这个大家都感觉到，你文化大革命它不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它发动起来的，林彪四人帮恰恰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一个产物啊。没有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有这两个集团这样一些事情呢？那国外也认为说你不是四人帮，人家伸出五个手指头，这是五人帮嘛，不就还有毛泽东嘛。所以党内当时党内党外相当有一批人就是要求来清算毛泽东的错误。那么邓小平实际上在党内，因为有两派，一派是需要清算，一派认为就攻击邓小平，你是非毛派，你否定毛泽东，所以他两面受到了一种压力。而邓小平是怎么样也不希望背一个非毛化，背一个中国赫鲁晓夫这样一个名声，因为他们都知道陈云和邓小平都公开地表示过，我们不能够当赫鲁晓夫，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待斯大林。因为他们当时八大的时候，1956年的时候，他们都是中央核心领导层，他们知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后引发的一系列的这个思想上的震荡，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个乱了阵脚，所以他们这一点是应该说是一致的。而且呢，不仅是他们两个，包括文革时期被打倒的一些老一代的领导人，比如说彭真啊、薄一波啊，这些人在文化上面吃得起这苦头，但是他们都反对来抛弃毛泽东思想，抛弃毛泽东。彭真在1979年2月份才从外地回来以后被解放了，然后在4月份就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就表了个态，他说我们现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举谁的旗帜？这个反映当时一批老人的一个心态。这样就陈邓小平就你不纠正，但是另一方面你不纠正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行不行呢？对邓小平来讲，不纠正是不行的。第一个，不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能说明你邓小平为什么要出来，因为邓小平被打倒是毛泽东打倒他的。第二个，你不纠正他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那么说你怎么样来说明你三中全会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怎么具有合法性啊？很容易被人家批判为修正主义啊。我们过去批判的修正主义不就是这些吗？你现在搞比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啊。所以他必须要又要去纠正错误，所以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做出一个历史决议，到1981年的6月份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这么一个历史决议。他的策略就是把毛泽东分成两个毛泽东，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是毛泽东和中共党内的一系列领导人思想的结晶，是科学的体系，就这么一个概念。当然这种分化在逻辑上来讲受到抨击，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讲，在政治上来讲，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平息，就平衡了党内各种意见，同时呢，也把这个对党内党外对历史问题的这种纠葛呀给冷却下来。他的基本想法就是不要再去这个纠缠于历史旧账，我们要向前看，搞社会主义，搞现代化，搞现代化。但是这个写这个决议啊，也不是那么容易写的。你就是这么的三句话，比如说要确立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这个作为指导思想，这不是那么容易写的。因为写来写去，建国以后你按年来写历史决议，你必须把每年发生的事情都写出来，按一年一年算下来，几乎是每年都有错误啊，特别是五七年以后啊。五七年的反右派，五八年大跃进，然后接着三年自然灾害，然后接着又是这个四清运动啊，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啊，这样一下来，怎么说毛泽东是功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呢？写来写去都写不出来。最后邓小平陈云给他出了一个点子，说你不要光写建国以后三十年，你还写建国前二十八年，这样一写毛泽东地位不确立了吗？哎，好了，就把前面呢就加了一个二十八年。那么二十八年从这个六十年五十多年那个历史来看，哎，毛泽东还是功劳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样一写邓小平很高兴，这样通过了啊，这是他们一个合作。第三个呢，合作就是第三个问题，就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说邓小平是改革派，但是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是第一代那个革命家，所以在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昨天我上次讲课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同学提出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那么在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他的改革理念中间，应该说最为根本的有这么两个问题追求的。一个是追求国富民强，就是把国家搞强大搞富裕，让老百姓生活搞好一些，这个应该是他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第二个就是把党搞强大，所以他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赵紫阳在私下跟一个朋友讲过一段话，他这段话是这样说，他说搞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下决心的，他看到中国穷，他要发展经济，我和他共事这么多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那么赵紫阳这段话大体上比较真实的反映邓小平的一个思路，一个基本的思路，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挑战共产党的权威。在他来讲，中国的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的平稳的稳定的发展。他叫基本的思想是这么一个。所以这个1979年初西单民主墙运动兴起的时候，开始应该说是邓小平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对民主墙是采取宽容的态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支持啊，你看他的讲话。但
但是后来到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西藏民主强运动的不断的向激进化，马上在三月份他就发表了一个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但四项基本原则不仅仅是对西藏民主强，也是对党内的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一种观点的一种警告。随后呢，实际上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就等于说为思想解放运动画了一条底线，就是这个底线也等于是红线，你不能突破这个，突破了这个你就不叫思想解放了。那么接着就取消了宪法中间规定的人民群众拥有了四大的权利，什么四大呢？叫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爆。这个四大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间产生的，开始叫大民主，开始毛不赞成大民主，说要小民主，后来他在反击右派的时候呢，他就接过来说这个大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爆。到1975年的时候就甚至写进了宪法，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手段，叫大鸣大放大辩大辩论大自爆，还有大串联啊等等一切的大。这个1978年宪法也是延续了这么一个规定。那么到79年以后呢，到80年8月份正式的取消了这个四大，同时又取缔了这个西藏民主强的运动大自爆。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待这个自发组织是不是党外的民间的一种民主运动的态度，应该说邓小平和陈云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在讨论如何要处置自发刊物、自发组织的时候，在1979年的这个一个会议上，四中全会上，以及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都有人提出这么一个意见。我看了材料，首先是周扬提出来的，他说能不能把这些自发组织、自发刊物，让他登记注册，成为合法刊物，然后我们依法来对他进行管理加以控制。当时很多人就不反对，这陈云就马上就反对，他说不能这样搞。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陈云说，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出版进步刊物用各种各样的名义登记出版，出版几期以后，国民党发现是共产党的刊物就查禁，但查禁以后呢，我们用另外一种名义再登记再出版。如果我们现在让非法组织登记了，他也会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共产党，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登记，不让他们合法化，任何刊物都不让他合法化。这个就是这个陈云的一个思想。那么这里就又谈到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呢也不是没提过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比较了解1980年他最著名的一个讲话，八月份当时就提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一个报告，叫818报告，后来被党内外的民主派引为经典啊。这是他的这个宣传，就是他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时候都引用邓小平这个报告。确实这个报告对于当时的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的剖析和批判，应该说是从中共领导人来讲是最为深刻的一个报告，叫批评当时的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封建主义余毒，以及这个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这么一些个弊端，批判的很近。但是
讲完这个话以后没有几个月，邓小平就收回来了，就不搞了。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当时发表这么一个讲话呢？为什么几个月以后又收回来呢？那么有这么一个解释，那是邓丽群的一个解释。邓丽群发表了一个十二个春秋，在就是在香港出版的，他认为这个讲话是对邓是针对华国锋的，因为要为华国锋下台做准备的，也就是说一个策略啊。这有道理没道理呢？他说我们当时没看见，我们起草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邓丽群他们组织人起草，但我们起草这个报告时候也没看见邓小平这个心思，不知道他这个想法。哎，但是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说邓小平当时讲这个话仅仅是因为华国锋下台做准备，做舆论工具，制造舆论呢，这可能也不完全说得通。我的理解呢，实际上在1979年三中全会一直到80年这一段时间，党内关于民主的呼声是相当高的。哎，邓小平在三中全会讲的和包括陈云当时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要向全国推广。哎，他当时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既没有民主又没有法治。哎，就吸取这么一个教训，他希望也可能他也想希望要推进一下这个民主，有秩序的推进一下民主。当然邓小平关于民主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他是说他也没说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他只是说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啊，资产阶级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究竟是什么一直是没说清楚的。这个那么八零年十月份讲了这个报告，到十一月份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讲了另外一个报告，叫经济上要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要进一步安定团结。啊，为什么会这样一个转？我认为与当时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大家知道80年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团结工会基本上把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整得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最后实际上是团结工会和工人党、统一工人党之间就是一个分庭抗礼的局面。这个关于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出来初期的时候，当时邓小平并不以为然，当时他关注的是苏联怎么会不会干像那个1956年出兵匈牙利一样的，和5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会不会出兵干预这个波兰事件。他还并没有考虑到啊，波兰事件会不会对我们自己反射冲击。但是胡乔木很警惕，就向中央写了信啊，向胡耀邦写信，向中央啊就写说要警惕波兰事件在中国的重演，很可能在中国重演出现。我们现在出现的情况甚至比1957年的局势还要复杂，对形势估计是很严重。那么陈云呢就提出两句话，说了两句话，就经济问题，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就会翻船。他所谓宣传工作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搞不好可能翻船，完全可能要发生像波兰那样团结工会事件。所以他就到12月份的时候，就把8月份的那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套基本上是收敛起来了，长期把它搁置起来了，这个再也不说这个了。而且呢在这个会上大家翻翻邓小平的这个文选，实际上在这个会上邓小平就提出了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军队戒严这么一个想法。也就是说1989年关于军队戒严这么一个这种方案的处理危机事件
在邓小平脑子里早有预案，这不奇怪的。哎，因为邓小平他是一个打仗出来的，他崇尚于这个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是秘密，这个在邓小平文选中间就可以看得到。第四个关于中越战争，就1979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当时要考虑打这个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实际上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有人不主张打，包括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包括一些老帅们不打。这个，但是邓小平取得了陈云的支持。当时邓小平担心的问题不是越南，担心的是苏联会不会出兵干涉，然后他就让陈云去邀集一些军队的同志、老同志来研究、来评估。最后评估的结果，陈云向中央提出一个意见，无非就是三种可能：这小的干预、中的干预、大的干预。小的现在就有边界冲突，都有，这个我不怕。大的苏联没有半年的准备时间，他打不起来的，他不可能动员的。中的呢，很可能，但是我们要是快进快出的话，马上打一下再撤回来以后，他还不等他反应，我们就撤回来了，这个也危险性不大。哎，这个意见邓小平接受了，下令接训，就发动打了一个中越自卫战争。至于发动怎么，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后果怎么样，我们这里做不做评价。但是有一个结果可以得出，就是这一场战争确实是基本上是验证了邓小平在军队的统帅地位。华国锋尽管是中央主席，但是他调动不起军队。而在中共党内有一个传统，谁能统帅军队，谁就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你看胡耀邦、赵紫阳他都没这个权利，是吧？只有邓小平最后全下来了，在1979年到1989年以后，把军委主席的这个调动军的权利交给江泽民了以后，江泽民才有这个权利，才是真实意义上的第一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不是。所以呢，邓丽群有一个评价，他说如果没有陈云的支持，没有陈云的支持，邓小平成为核心难度要大得多。这个话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反过来说，邓小平也必须依靠陈云，也是对陈云比较倚重的。因为邓小平是一个政治家，他不懂经济。现在一般人讲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自己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怎么有总设计师呢？是吧？实际上是这个话呢，是外国人说出来的，后来被中国领导人接受了。首先是赵紫阳、胡耀邦都接受了，但胡耀邦说的是邓小平是政治设计师，这个还是比较准确。他是从政治的角度，从一个战略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改革开放的，他并不设计一些具体的改革步骤怎么走，具体的经济决策他很少参与，这是邓小平高明之处。我们知道毛泽东也是不懂经济的，但是1958年他从后台一下跳到前台，他自己抓经济，结果让成一个大祸，最后他自己下不了台，是吧？邓小平在这一点上还比较明智的，这经济问题你们搞去吧，政治上我来把关，是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但是另外就是在经济方面，在经济决策方面，应该说党内公认的经济权威是陈云。因为这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
尽管陈云1956年的八大的时候是中央副主席，啊，为什么选中央副主席？就是因为从建国以后，他一直是财经领域的这个决策者。但是毛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不用他，哎，把他放在一边，但危机的时候还是要用他，把他请出来来收拾残局。到形势好了以后，把他放在一边了。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况。陈云的靠边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经靠边站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陈云基本上就不管了。但是党内认为，经过这几十年的折腾，陈云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是比较稳健的，啊，陈云是确实党内的最主要的经济专家，这邓小平也在倚重他。所以在1979年年初的时候，邓小平就找了李先念，说是不是把陈云请出来，让他来主持财经工作，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李先念说好，陈云来当主任，我当副主任，我支持，我扶持他。哎，因为这个时候是李先念主持财经工作。李先念应该说，从建国以后一直是在陈云手下工作的。他对陈云还是比较佩服的，他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徐向前，教会我怎么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怎么搞经济，所以在1979年的4月份成立中央财经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时候，陈云就是主任，李先念是副主任，而财经委员会是高于国家纪委国家经委其他各部委的一个决策班子决策机构。所以一系列重大前几年特别是前几年一些重大的财经决策都是在这个班子里做出来的。那么在1980年，因为陈云尽管他是经济专家，但是他身体也不好，年纪大了，他感到力不从心，他就要求选一些年轻人来了。然后到80年的时候就把赵紫阳叫过来，就撤销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一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让赵紫阳任组长。赵紫阳当组长，从一个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了北京以后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他也得听陈云的，是吧？他也得要尊重陈云的意见。实际上赵紫阳从心里来讲也是尊重陈云的意见，这个想法一直到81年以后，81年82年的时候他还是这个。所以在经济领域，邓小平对陈云的决断、他的判断和他的决策啊，是比较信赖的，甚至是服从。我讲服从不是说没根据的。比如说这个在发展速度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从心里来讲是想的快一些，搞快。华国锋、胡耀邦也是要搞快，这个跟毛泽东是一样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哎，所以1957、1958年，当时要大规模的引进，啊，搞新的大跃进，那是有邓小平的一份的，而且引进800亿，这个话是邓小平说出来的，不是华国锋说出来的。当时李先念说，是不是先引进4000亿、400亿再说？所以后来到1979年，陈云就提出来这个不行，这样大规模引进是吧，这样大跃进这可能把经济搞糟糕，他提出要调整，而且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这是邓小平就支持了陈云，转过来李先念、邓小平、国务就支持陈云的调整。而陈云提出个调整以后，陈云当了中央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抓调整。啊，他提出这个调整，从五七八年的大跃进一下子就转到了调整，还没几个月，就一下子来一个冷水，党内都不同意，很多阻力很大，包括中央的这个国家纪委的一些人，包括余秋里啊，是吧？
国家纪委主任、经委主任康思恩，一些中央的各部委的、冶金部的，还有地方的省市的领导人，都认为都想不通，说刚刚积极性刚调动起来，你就要搞调整。但是邓小平支持，支持陈云龙这个决策。但是这个时候并不等于说陈云邓小平已经放弃了他这个搞快这个事情，他所关注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的事情，他关注的是十年二十年这个发展长远长期规划怎么搞。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叫要实现小康社会这个目标。什么叫小康？他又后来提出一个指标叫做人均1000美金，叫世纪末人均1000美金，当时全国人均只有250美金，人均1000美金就是要翻两番嘛，涨4倍，他关心是这个东西。所以到1980年的7月份，当时搞一个长期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赵紫阳、姚以玲、胡耀邦还有方维中国家纪委副主任就跑到武汉去跟邓小平汇报。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个谈子就是年均增长4%，5%，那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不会说能不能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搞快一点啊？如果本世纪末翻两番的话，每年要增长多少？胡耀邦说每年必须增长7.2%。胡耀邦这一说呢，赵子阳这个姚以玲就脸上挂不住了，不高兴啊。因为这个盘子在北京跟邓陈云商量好的，就可见了。但是这个到了年底的时候，当时出现什么情况，就是1979年、1980年两年的巨额的财政赤字，物价上涨，所以陈云提出要进一步调整，就1979年到80年这个调整根本没调下去，必须进一步调整，下决心叫铁公鸡一毛不拔，下决断要把去调整，该下的下。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又支持了陈云，所以邓小平说5%不行，4%也可以也可以。这就涉及了很多，包括一些1978年引进的一些项目也都要面临下马这么一个局面。只有到了1983年的时候，因为80年、79、80、81、82、83连续的经济是超过这个4%-5%的速度，都是7%-8%。邓小平看了几年以后，这个不行，这不有没有问题啊？你整个经济实际上增长7%-8%，为什么老是定4%，保四增五啊？就83年以后，他开始产生怀疑。那么当然后来呢，就明显在发展速度问题上，邓小平跟陈云的已经思路是越走越远了。这是后话了，但是在整个这个几年，应该说他们合作是主调。合作是主流。当然是不是像邓丽群讲的已达到完美的程度我自己就感觉出于意料的完美的程度，我认为也不是也不是。他实际上在发展思路上是有分歧的，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有分歧。这个分歧不在于怎么样改革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而在于怎么样改革怎么开放怎么发展，这么一个思路是有分歧的。那么除了刚才我讲这个速度问题，实际上是存在分歧。关于速度问题我还要补充一下，胡耀邦是一直反对的，就反对陈云这个调整。1979年的时候，在这个当时外国使馆一个使馆会议上他就讲话，他跟大家讲话调子不一样，他说这个会泼冷水。在1980年的时候，在1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调整的时候，
这个胡耀邦生气，胡耀邦生气了，就说了一通，这会引起陈云很不满意，啊，这也是后来胡耀邦这个开罪陈云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方面。胡耀邦说，你不能老抱着这个一五计划的经验，啊，要跳出这个圈子，那现实形势变化了，是吧？你老搞这个一五计划，谁搞的啦？那是陈云搞的呀，是陈云这个应该说最成功的一个义务计划，你老是批这个啊，这个那不是得罪了陈云呢、啊、这个。但是我这说的这个总的来说前几年是还是比较合作的，但是他们的分歧呢，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关于利用外资的问题，利用外资，陈云是不是思想很僵化呢？其实不，在1973年的时候，当时陈云还没完全出来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北京，没事可做，然后周恩来就让他帮他研究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市场这么一块。他研究的结果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要利用外资，他当时就提出利用外资。利用外资的办法，当时只是想了两个办法，当然后来看了这个办法是很初步的。一个，延期支付，就我买外国产品、外国的设备，我过一段时间我再换你钱，不叫延期支付，实际上是买方信贷嘛。另外一个，就是利用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境外来吸收外汇存款，而且1973年还确实吸收了11亿的存款。我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利用外资这个问题上呢，也不能说陈云是完全是这个思想僵化的、反对的。后来搞这个中外合资，陈云也是同意的。但是陈云对利用外资，总体上来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对1978年的那个大规模引进很不满意。确实在78年那个引进，当时汪道涵就有这么几句话，你看打一打，形容当时这个全国利用这个引进外资这么一个狂热、一个热的状态，他叫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敬之笔，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寸头一紧，舆论哗然。这就是1978年的时候，哦，这么一个，因为大家都出去了，外国的资源，外国政府都认为，都说啊，我们要大量给钱，你借钱给你，你如果说借50亿，我饭桌上就可以定。如果说你要借200亿，回去我商量一下就可以定，后来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各个部门都造计划就引进外资。1978年就引进78亿美元呀、啊，美金的外国的设备呀、啊，而其中相当一批是最后78年年底最后的10天签订合同的，就仓促上马嘛，就也没搞清楚。这样一来呢，大大的超过了1978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了，它不仅是外汇问题了，1978年整个外汇存底14亿全国，而更主要的是它引进来以后有大量的国内资金的配套，这个有上千亿，这个钱从哪来？所以超过了，所以陈云说你这个是叫刮的引进风，他就分析了，他说你这个引进这么多，可能不可能外国会不会借这么多钱给你啊？这我打一个问号啊。那么借了钱以后，我们国内能不能用这么多啊？我又得打一个问号，因为国内的配套资金怎么解决。那么陈云的意见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初期的时候，你一下大规模的引进，就可能还没有开放了，你就会陷入一个外债债务陷阱去了，
这个不外国不是没这个没这个先例啊，那个南斯拉夫像这些国家当时已经出现了，但是应该说陈云这个看法来也有一些过于谨慎的部分，因为1978年以后这国际的整个的经济形势这经济状况这个形势就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那么国内的配套资金怎么解决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当时国家纪委余秋里他们提出一个方案，因为当时面临一个22个引进项目有下马的问题，包括宝钢怎么办，大量的设备已经进来了，已经堆到工地了，你大量的钱已经花出去了，比如说这个应该投资是1000亿，他已经花去了800-900亿了，那么还有100亿引进，要一个亿有100亿我就可以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怎么办，就骑马难下进退两难，那么纪委呢提出一个方案，能不能够用接外资利用外资的办法来解决国内配套的资金，就与你财政啊收支脱钩，我就是引进这一部分用外资，国内配套这部分我也用外资来解决，当时陈云不同意，说这个不可能啊。后来这个进一步调整以后，国家纪委就向中央写了个检讨，说我们当时这个办法是完全是不理解调整这个方针啊，我们应该检讨，但这个路子会不会能不能行得通呢，我认为还是可以行的。在1978、81年的时候，当时新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国际信德投资公司，荣毅仁知道啊，他来主持这么一个公司，他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这个债务，就帮助了当时引进了一个项目叫怡真化纤，帮助提前上马了，啊，其他很多呢，除了宝钢以外，其他很多都是延迟到83年以后才陆陆续续再重新重建了。相对于陈云这种保守是比较谨慎的态度，邓小平比较积极的多，邓小平多次讲了说现在是个太大时期，这个时机太好了，也不利于太可惜了啊。在1979年10月份当那个省市委书记会上讲，他说我们现在的财政应该要建立在充分利用外资的这一个基础上，我们考虑财政问题。到1980年的时候，他还就批评国家纪委，你们太保守，不要再拖了，再拖一无是计。他认为就是当时不是，就是你借这么多钱有没有偿还能力啊？邓小平说，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外国资本家借钱给你，他是为了挣钱的，他要顾及到你没有偿还能力，他还借钱给你吗？还来投资吗？不可能。另外一个，这是个方式问题，我要借自由外汇买这个买方信贷，这个啊补偿贸易我有一个还钱了还本付息的问题，但是我把外国的外资外商引进来搞直接投资中外合资就不存在一个还本付息的问题，是吧？所以在79年以后他就提出来以利用外资最主要的办法主要的方式就是中外合资，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很重要，利用外资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一开始就是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这个跟日本呢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日本很长时间是封闭的，他利用外资就是银行吸收外汇存款是吧等等这么一个手段，间接的，我们是直接的，从79年开始基本上就走向这个直接的利用吸引外资的这么一个渠道，这是一个方面可以看出来这个像两个人之间的一些这个差别。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经济特区，那么经济特区是怎么搞起来的，应该说这不是邓小平首创的是吧，
主要是广东省的意见。在1978年的时候，还没有三中全会之前，当时国家纪委副主任段云到香港港澳，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港澳考察，考察回来以后感觉到中国过去传统在港澳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了，我们再也不发展这个对外贸易的话，可能港澳这个市场就会完全丧失了。所以到了回去以后，到广东省商量，啊，应该扩大对外出口，啊，那么在挨近香港、澳门这个地方呢，搞两个出口加工区，一个是深圳，当时叫宝安，一个是珠海，哎，就是为香港、为澳门来出口，主要是农副产品加工出口。以及吸引港澳的这个游客到这里来旅游，吸引创造外汇。哎，中央就同意了，回来以后打报告。但是这样一个出口基地的想法还不能够说是一种特区，哎，因为当时还没有考虑到是一个吸引外商，这把这个特区办成一个外商直接投资的基地，而是我们自己搞出口基地。那么另外一个来头就是招商局。招商局在78年的时候也是搞得很乱的，很糟糕。香港很发展很快，但是招商局在香港的生意就越做越糟。当时交通局就交通部派了一个员根就来整顿香港招商局，整顿完了以后向中央报告，要充分的利用招商局来发展对外贸易。怎么发展？这员根考虑在香港来投资的话，地价很贵，怎么当时的地价甚至超达到了像日本的银座那么高的地价，你发展这办工厂怎么办呀？劳动力也很贵啊。后来想了个办法，是不是能靠近这个香港，在内地划一块地方让我们来办工厂，啊？然后就把这个报告向广东省汇报，啊，报告啊，两个商量，广东省也同意啊，因为我们想发展啊，两个人联合打一个报告给中央。打到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同意，那好，给你办，给你可以办，划一下把这个南山半岛、半岛全部划进去了。好家伙，这么大一个地皮，员工都不敢要，我办厂哪要那么大的地皮啊？这要一点点，哎，这我就要这一点点就行了。哎，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1979年6月份就开工，搞了个蛇口工业出口加工区。哎，这个是有点出息。更主要的是广东省当时他的省委书记叫吴兰生，吴兰生是汕头人，到了汕头他20年没回去了，过去汕头跟他说汕头在50年的发展跟香港差不多，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通商口岸，哎，但是到20年以后回去一看，哎呦，实在是不堪忍受了，整个城市没有电灯，晚上都是漆黑一团，道路泥泞，是吧？老百姓都普遍的穷，说我们还不如小时候。他说我小时候穷是穷，但是有穷有富，有高有低啊，现在全是一样的了，怎么搞的？搞了几十年，我们还搞成这个样子。那么他就想，当时把那个香港呢，有一个叫庄世平，啊，是中国银行的，就请去，他们都是朋友，因为广东的干部跟其他干部都不一样，其他都是封闭起来的，广东的干部跟香港澳门有很多朋友，信息比较灵通，包括香港的一些这个电影明星啊，电视这些明星他们都很熟，包括汪全明，他说这我这次到这个广州就一个任务，就是来访谈，搞访谈，其中访谈有一个就是吴兰生啊，还有李浩什么梁广大，他就说这个，那就把他请来，那就告诉他出个点子，他说你要搞的最快的办法就是搞出口加工区，把外商引进来，把华侨资本引进来投资，就发展起来了。他说台湾就是这样搞的，他一直也说，哎，很受启发，回来以后就给省委打报告，就说省委当时西春顺当第一书记，西春顺也不知道出口加工区是什么什么意味着什么，是什么东西，他说要搞全省都搞，哎，全省都搞，
吴兰生一想呢，全省都搞，那还得了，是吧？哎，后来就做出一个决议，省委向中央打报告，应该要求中央放权，给点权力，啊，让中国要广东呢先走一步。为什么先走一步？他有这个条件，华侨多，离境是香港近啊，是吧？有这个条件搞啊，可以吸引侨资啊，去华侨资本呢、啊。就四月份到中央去了，就华工汇报，在会上讲，习仲勋去了，习仲勋说，广东省如果说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早告起来了，哎，他说你给我们权利，华工说给什么权利啊？首先一个就是外汇留存，是吧？后来就决定，再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个深圳、珠海以及汕头三个地方搞三个叫出口基地，但是名称一直定不下来，出口加工区呢，那不跟台湾一样啊，那还行不行？然后呢，出口贸易区呢也不行。最后邓小平知道了一个事情，邓小平说叫特区啊，因为我们陕甘宁也是特区啊，啊，你就搞特区，当时就搞了个出口特区，叫出口特区。那么广东提出这个意见以后呢，福建也不干了，那我们也这个条件啊，我们福建华侨很多呀，我们也应该先行一步。那好，福建也搞这个特殊政策，他就提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广东、福建两个省提前搞，先走一步。这个政策才这样定下来，啊，后来到80年的时候，79年年底，认为这个出口特区光搞出口啊，那不行，那还有投资了，还有其他的呢，应该搞成经济特区。吴兰生向中央提议的，后来就改成了经济特区，啊，特区是这么一个来的。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来，搞特区并不是陈云首，这个邓小平首倡的，他不是他的创。但是邓小平确实是很积极支持这个搞特区的。如果说邓小平在国内的经济改革方面他提出具体意见比较少的话，他在对外开放利用外资这个问题上他是抓得很细的，抓得具体的，这是他主要的抓的这一个。比如说1979年1月份就把那个过去的资本家荣毅仁呐，这些人呢请来叫吴老，说想办法叫荣毅仁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你不要搞行政工作，你去搞实业啊，搞个什么东西，给你一个部，你去管，哎，你自己怎么搞就怎么搞。因为荣毅仁把荣毅仁请上，后来荣毅仁说不要搞一个部，我搞一个公司，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就同意了，后来就成立这么公司。荣毅仁请出来，为什么请出来？首先第一个，当时外国资本家还不敢进来呢，你跟共产党打架了，什么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收回去了，是吧？过去都是这样，都有一种，一个方面呢想吃这块肉，另一个方面又怕吃进去又吐出来，所以他这个一个矛盾心理，很多资本家都是观望的，包括西方财团呢更是这样的。哎，荣毅仁呢把他请出来，那过去你中国自己的资本家现在还干实业了，那你外国人看了，啊，这是个榜样了。再一个，荣毅仁在国外有很多的人脉人们关系啊，荣氏家族在国外有400多个人，都是很有实力的，哎，通过他来搞这个引资，那当然是一个便利的途径了。所以当时邓小平一门心思就想怎么样找出这一个突破口，正好广东说我们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当然很高兴了，就告诉他说中央呢不给你一分钱，只给你政策，你们自己就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啊。这样邓小平是相当坚持啊。邓小平他的脑子里所谓特区，他并不是这几个小地方，他认为特区就是广东福建两个省。他1980年10月份当时把这个荣毅仁派到广东当第一书记的时候，他就找他谈话，他说搞特区不是那两个小地方，
是广东省、福建省、全省都要搞，可见他思想是很开放的。但是陈云不，陈云很担心。哎，首先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会冲击国家全国的计划，你搞特区什么都自己来，那么中央计划怎么办？第二个担心就是你搞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呀，是吧？他不是说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呀，他是也是要赚取超额利润的这个剩余价值的，是吧？而且你搞特区以后就担心外国的影响进来了。当时有一个从79年刚刚开放以后，这个各级的官员都尝到甜头了，不是官员了，就是包括老百姓、边区的老百姓都纷纷的就搞走私啊，是吧？好一个走私潮，什么都走私。当时走私什么东西？什么电视机啊，是吧？这个包括那些小阳伞啊、电子表，他走私就是这些东西。这样呢，一走私，这等于说是把国家的海关给通了。啊，当时这全国的反应很大，认为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了，啊，很多人就拉下水，确实有大批的干部，包括军队参与走私，啊，这样呢就应该受紧，啊，在1982年的时候，当时中央就开一个两省会议，啊，叫做胡耀邦、胡乔木。胡耀邦、赵紫阳在这会上都讲了话，认为这个是阶级斗争在新时期的反应，啊，这个走私啊，行贿受贿啊，所以要批评了广东。当时永仁任仲颐到了北京做检讨，做了检讨以后，老同志看不行，态度不好，不行，过了嘛，不到一个月又把他叫来。又做检讨，胡耀邦说你还得做个检讨，做深刻的检讨啊。然后这他就叫二进宫嘛，第二次又做检讨，做了检讨才通过。这叫82年的时候，那广东的压力就很大，这个就是搞特区搞的。吴兰生跟我讲的是，这个海岸线那么长，他不一定在特区那个地方就走私，实际上特区还有海关管的还是比较严的，那个地方走私还不那么容易，那其他地方走私还更容易。所以他因为他是一个，就等于说你当时的海关在这关是很高很高，就等于说这个水势一样的从上往下泄，哗就下来了，挡都挡不住，啊。那么广东的压力很大，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哪呢？82年初，邓小平恰恰是在广州休息。当时的广东省的领导人压力很大，向邓小平汇报啊。邓小平说我这次来只休息不听汇报，他就没表态。为什么没表态？那中央做中将开了会议的，他要做一个相反的表态，那肯定是不行，因为他也得看一看到底行不行。那么他看了2年，应该说到84年的时候，他又来到了深圳，到了珠海，到了汕头，看完回去以后说特区是正确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对外开不是收是放，而且进一步放，这一放就放了14个城市啊，就沿海开放，沿海14个沿海城市同时开放，叫进一步开放。那么在82年，回过头来讲82年的时候，实际上呢，在广东、福建搞特区，其他省跃跃欲试都想搞特区。我们知道，在79年的4月份的时候，到确定搞4个特区的时候，其中还实际不是4个，是5个，还有一个是上海的崇明岛，就你们上海的。崇明岛是个岛，从天然的环境来讲，特别好搞特区啊，跟外面都隔绝了，不需要拉了铁丝网啊。也不要搞什么海这个关口啊，哎，但是不管这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到79年的时候，最后确定的是4个特区，没有上海的崇明岛。哎，这个消息我是看到那个
当时在四月份，任重仪的秘书叫一个姓张什么张汉卿，当时给刚广东省发来的电报就讲了这个事，我原来还不知道，我隐隐做约约知道是各个省都要搞特区。在1980年的七月份的时候，当时华国锋到朝鲜访问回来，到了大连，那任重仪还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跑到大连去向华国锋汇报，说广东福建搞特区，我们大连也要搞特区。啊，华国锋这个事太大了，回去以后商量一下。回去以后就派古牧就到大连去考察，考察回来就古牧告诉他，搞特区你们知道怎么搞吗？中央也不知道怎么搞。哎，中央现在只是搞四个特区，你们就别想搞特区了。所以到82年的时候，陈云就坚决的堵死了其他省市搞特区，特别是反对在江浙上海搞特区。他认为这个地方过去是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发展最熟的，叫这个他们是最熟门熟路了，啊。你可不能在这里搞，哎。这个时候，对于其他省市搞特区，陈邓小平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我们现在没资料，但是我们后来看了90年、91年、92年的时候，邓小平反复的讲，浦东啊开发太晚了。如果当时搞特区的时候，浦东就搞开发的话，那形势不是这样的，哎，可见他。可能是从心里来讲是希望其他地方也搞，啊，至少他后来回过头来看，普通要是年初就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开放的话，开发的话，那肯定是比其他特区要发展快得多，这是他的一个想法。所以，在84年的时候，特区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邓小平就支持了。在92年的时候，因为有一个89事件，特区又面临很大的冲击，邓小平又南巡，又支持了特区。但是有其他领导人呢都去过特区，但是有两个人是一直是没有去特区的，一个是李先念，再一个那就是陈云，没去过。这也可以看出来，他对办特区是持一种谨慎态度，啊，不是很热心的。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计划与市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估计大家都会了解陈云的一个著名的一句话，或者是大家戏称的陈云的思想就是鸟笼经济的思想。这出自何处呢？1981年、82年的时候，他就在找纪委谈话，他说现在搞市场调节不能够冲击计划，不能离开计划，就好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要捏在手上那就捏死了，如果你要放开了没有笼子关住它就飞走了，所以还要一个笼子，笼子有大有小，但是必须有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哎，宏观调控。后来有人说你这个是鸟笼经济啊，实际上和陈云的基本思想要准确的概括，它是一个什么思想，叫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它是这么一个思想，就是在计划经济中间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哎，这个计划经济框架、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思想是一贯的。就昨天我讲的1956年的时候，陈云就是这个思想。在1979年的时候，他又重新提出这个思想，而且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搞了计划经济搞60年，就有一个问题，就只有计划没有市场。我们现在应该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哎。要增加市场因素，这个作为补充，这个补充不是小的补充，是大的补充。那么这个思想怎么评价？我认为在最初启动改革的时候，它还是有正面作用的，是吧？
因为在这之前只承认有计划，没不承认有市场，因为市场连接在这之前是没有这个合法地位的。所以陈云这个时候他才强调要搞计划，搞市场，市场调节。知道哦哦，好家伙，对不起啊，这个。但是陈云后来他一直是这个强，后来这个市场往前推进了啊，陈云的思想就感觉到已经可能要越出计划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他越来越对国家中国的这个改革，市场化改革持一种这个批评的态度。这个邓小平呢在这个初期他并没有介入这个争论，但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你只要搞活经济就行这是基于这样一个思想，邓小平是对市场是一个开放的，所以说市场的扩大以后，邓小平就接受了市场经济这个思想大概所以到后期陈云和邓小平在市场和计划的问题上就分成了分道扬镳大概是这么一个。完了，谢谢，抱歉啊，超过时间。今天讲的信息我们时间不多，我们稍微看看答两个问题好了。对于这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个转轨呢，有这两种这个就是改革的思路，一种是像东欧的那种这个大推进那种改革休克疗法，另外一种就是中国为代表这种渐进式改革。那听了您的讲座之后呢，我的感觉似乎是说中国当时的改革呢其实没有就是说没有特别的强调它是一种渐进式改革，就是说这种渐进式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有不同的这个利益代表他们之间呢有互相制衡，最后全这个折中出来的一种结果，就是一种渐进式的一种路径。您怎么看这个？它是一种设计出来，一开始就考虑到说渐进式有一些优势呢，还是说确实是一种两派折中的结果？好，谢谢。渐进式改革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个实践中淌出的一条路子。渐进式改革本身，它就没有设计，有设计就是个总体，有总体设计它就很谈不上渐进式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呢，这个应该说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想基本的想法就是通过试验逐步来，摸着石走一步看一步，大概是这么一个思想当然这个里面也有利益的这个博弈但是它实际上它渐进式改革是要承认既得的利益的基础上一种推进改革。在中国这个改革初期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这个中国做了一个除了经济以外的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那个影响的事情，就是这个所谓陈越战争，1979年那个中国打这个越南，打了越南也很快切出来了。但是这个为什么中国当时要打这个战争，这个对中国当时那段时间的发展有什么主要的影响？刚你提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说，是我希望能听听你的意见。就一般来讲是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还是一个对外战略的考虑，因为当时中国对外战略还是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一条线一大片，联美反苏的这么一个战略思想，因为当时感觉到面临苏联的威胁是最主要的，而苏联打越南就是打苏联，因为当时苏联有南下的战略，但认为苏联要南下打了越南，那么说就把苏联南下的这条线给掐断。另外一个呢，中国也不愿意看到越南呢成为一个地区小霸，因为当时越南就把柬埔寨啊老挝给吞并了，所以他就想呢这个打一下牵制一下越南，然后呢使越南从柬埔寨减少越南在柬埔寨的压力，
但这个目标呢，应该说是一直没有实现，一直到90年代苏联垮台以后，越南没有靠山了以后，这个越南才从柬埔寨撤回来。所以79年打的时候，应该说效果不是很大。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越战争也应该说是导推动了中美的联合战略上的合作，大概是这样。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解决问题了，那么谢谢大家的参与。现在我们请中心的这个陈主任讲一下。很简短的，就是我们这个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个8场演讲就到今天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捧场，也谢谢那个肖东联教授为我们讲最后一场演讲。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下个学期还是在下个学期会继续办这个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个演讲系列。我们也要谢谢那个吕中立老师邀请那个中国的很多历史学者来跟我们的同学分享，谢谢。谢谢。